我对彰化温仔渔港慕名已久，它位于61号快速道路线西段下面彰滨工业区的不远处，渔获种类繁多，有不少摊商都是船东自家经营，渔获一下船就直接送进自己的渔摊贩卖，还有船家会推出 QR code， 扫一下就可以加入 LINE 群组，船家会预告出海及回航时间，准备返航前还会贴出渔获通知大家，来不及抢头香的买家会要求船家保留某种渔获在约定时间来取，至于船家接不接受或接受的条件是什么，我还有待了解，毕竟我也是新加入群组，还不太熟悉群组的交易方式，今天就先带大家来看看。鱼市的营业时间是早上9点到晚上9点，通常卖的都是前一天深夜进港的渔获，如果要碰到刚下船的，那要靠运气，当然天气不好时渔船不会出海，当然就没鱼卖咯。你说朱家鱼哈、啊？那是小只。这盘朱家鱼哈、啊？对。100块啊，一盘100啊。这些都100吗？对啊，100。这些都是100啊。啊，3盘250，我帮你。那这个花枝呢？那是软丝。哦，那是软丝啊，怎么买？300。一斤300啊，软丝。软丝一斤300啊。哎呦，尾巴了。是 Enaho。Enaho。哦 ，Enaho 啦 ，Enaho。Enaho， 你讲一只还是一斤？一尾350啊。Enaho 的那个 Enaho 饼嘿啊。对，不是 Enaho 饼。他在他会吃那个 Enaho。是 Enaho。这个肉是白的。羊肉是白的 ，Enaho 啦。Enaho 好吃啦 ，Enaho 是好吃的鱼。不晓得。这个又是上次我们看的那种鱼吗？这个不是，那个是恰章。恰章阿伯啊，请问这是恰章阿伯啊？恰章。哦，恰章哈。恰章怎么买？180。180一斤啊？280啊？280一斤啊？这个单尾的。哦，啊，你这个是油带还是白带？都是白带哦，一斤多少？那个250一斤。250一斤哦。对。250一斤，那个200块一斤。这边小的，这边200一斤了。对，也是白带嘛，哈。对。那帕桃啊，是不是叫做甲尾鱼？甲尾鱼的嘛，甲尾鱼不讲。哦，那不是，不是帕桃啊，是吧？帕桃好像很常见的鱼。哎，我记得帕桃好像是。广州的。对啊。啊，这鱼，这个拢看，这个拢看无啊，这不是什么鱼啊？都不认识的鱼哈。真是哎，哈，问不完呐！哇，这么多鱼，问不完。你说你这个是刚抓进来的，是不是？你的会滴，那可以杀沙西尼吗？如果是新鲜的。够新鲜，但是你要有刀子，要有干净的环境。哦，对啦对啦对啦，我是 对那没有交回自己弄，交回要自己，当然自己弄。对对对对对，那可以吗？我回家，我如果可以啊，回家刀子跟环境是够都够干净，可以哈。好，那太好了。哎，它这一只是什么？怎么？石斑吧，这一只是你摘呢。哎，那个有竹夹哦，50哦。哦，太好了，大概4-5尾一斤呢、啊。4-5尾一斤哈、啊，那老板这尾是什么？这尾帕蒂罗打铁炉。打铁炉啊，帕蒂罗。哎呀，鲈鱼是发帖。对，我要在头上面拉上来了。为什么？为什么？你也朗诵会啦。好，猪价一共1斤50呀。对，1斤50哈，什么时候抓的？这个吗？说昨天半夜回来。昨天半夜回来呀、啊。是的。好，你给我抓3斤好不好？三斤好。3斤，嘿，对。没有抓4斤，哎，刚才五号我帮他没有帮你数而已。
欸、好，对，我要请问你哈，如果我们的鱼一下子没有办法吃完呢、啊、哈，是要先杀后冰，还是先冰起来，然后要吃的时候再杀？最好是杀起来，它肚子比较不会告冬。哦，你说肚子比较不会怎样？碰兜啦，碰兜。不是就会告冬啊，肚子就会败气。好、哦，怕哦，肚子特别败气的，对的、就是讲生滋生细菌哪几下，所以。因为你那个肚没有，就你一直放，你很进去的时候，上厕所一抖的，你太高。卡不要信哈，好，所以要先杀后兵啦哈，先杀后兵，好，你五十元，你给我四斤哈。有困难在这里，等一下再倒。你给我四斤，然后帮我杀。四斤也才200啊。好，四斤多，好，拿200哈，好。哦，一个萝卜大细只，这200啦哈。啊，迄150啦，吼，啊，这250就咯。对，你若在人买，我会算220种。我着你个。拢总。这长期量，这长期量的是啊。这拢现量的啊，这拢就。啊，你算200啦，拢该你买啦，200啦。啊。200啦。人头就讲买200，全部买算220啦。我啦，你都咧讲咯。200啦。啊，无我看画目睭落落，无解释。我你甲看。这鱼，抓起来，你看，你让我看鳃、啊，鱼鳃你背起来看，看，有无？有水无？有水无？还好，还好，对好。这尾看者，这尾目睭看的。有水无、哦？好啦。你再看，你干嘛？不是卖你养的，上头养的，就歹啦。阿妹讲台吼。嘿，有。好好，阿妹话者。你偏爱给我扣掉了嘛？这我拢扣了，你问你问这问题，我现在是780，780，好，780，呵，780。好，怎样？啊，你看伊要加迄个无？啊，这个也是竹夹鱼嘛，竹夹鱼。这也是竹夹鱼，有了很多了，竹夹鱼很多了。啊，这个是哎，这800嘛哈。这北巴啊，对吧？北马家，北巴。哦，马家，恰北巴啊，弄不清楚。北家哦，北巴啊，伫家啦，北巴啊，伫家啦。很像哎。嘿，对啊，马家跟北巴啊。中间有一条啊。啊，你的，你北巴啊那呗。老板娘，你北巴啊那呗。那个是大小，你的看。你是算条的，是算斤的？算斤的，这算嘿。这家是800，这个300块。这300块一斤啦、啊。300块，这个250，啊那个两。这个250啊。这个马家，这个250。250。还有250。啊这马家啦哈、嗯。这个马家。这马家啊这北巴啊，哎呦那是就一模一样啦，啊迄马家啊迄北巴啊。啊，弄中间有一条啊，是要哪区分？啊你这250啦哈。好，来780哈，这又来200块而已啊。哦不哦对竹夹鱼不哦竹夹鱼是竹夹鱼对200是那个是那边九楼对200就这一袋是我的吗哈哈、哦哦、搞错了他还没删好那边还没删这边还没删嘛哈我来先进来哈吃谢谢你哦好。800元，织好。但是像你这中中啊，去吃，同一家就会使啊。好，吃，我要买两只。好，来，一件，你两只。哎、欸，你要送我便宜啊？便宜卖啦。有便宜，我差50给你。他什么意思？我才卖250，然后你自己差我便宜50给你。才200而已。哎、欸，外面也都是卖200，我们在那个外捕鱼港、欸，我们在捕鱼港在渔船上买的。你说要帮我们搬回啊？你帮我们搬回没有没有，我杀250，你自己杀200就好。这样子啊？对对，你吃好吃比较重要啦，阿姨。哎，吃好吃较重要。我这边也给你吃信用的。来一只，是看要去吃啦，来一只，最后给吃信用的。好了来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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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有了，780。好，谢谢您，谢谢。
我家十个来呀。啊，好好好，谢谢。啊，你那个江西应该打工规定没有没有。老板娘说有 LINE 群组，要我扫一下 QR code。 要离去前，我想说难得来一趟，不如多买一点。想着想着，我又回头去多买了一只花枝。我要再来买一只。好，然后你要不要算我便宜呀？你看我要专程掉头回来买。你要不要带两只？我刚刚带了两只。再多带两只，真的你不会后悔啦。你算我这不有你学会，你用心。你算我便宜啦，一只就好，一只就好。然后你买了两只的，一只就好。真的够吗？够够够够够，一斤啊、哦？是。够一斤两百啊、哦？好，两百。两百，谢谢。今天买了不少鱼，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便宜到。过去几次渔港买鱼，有鱼友留言说便宜，也有人说并没有比较便宜，大家觉得呢？使用心得分享一下，清理花枝有两个难处，一是拿掉墨囊，二是剥皮。移除墨囊有技巧，可以上网看看海鲜达人的教学。花枝的皮和墨如果没有清理干净，吃起来会像橡胶。如果想要省麻烦，还是花点钱请摊商帮杀。我的花枝通常是两吃，切生鱼片以及炒青菜，例如炒芹菜或白花菜，美味指数没话说。竹夹鱼好吃又平价，性价比很高。我通常是切生鱼片与油煎两吃，油下多一点，鱼煎好之后开大火，让表皮酥脆就可以起锅。台湾话说恰恰，好鱼不需要繁复的料理，原味就是最上等的吃法。石炉的鱼肉非常鲜美，原味就是最美味的吃法。油煎和清蒸两相宜，下油锅撒点盐就是简简单单的美味。以上和大家分享，祝大家买鱼愉快。